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出去。这个嘛，我知道。你干嘛？我可都看到了，拿到了线索还不告诉我。我上次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我。F 跟我，你选谁？你怎么知道他叫 F？ 我说过，我会帮你找到他。明明只有顾兰在，但这种修罗场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们该不会真的想要冻死我们吧？回答我的问题。顾神，其实我真的很想撒个谎，骗骗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没办法选择。选择你们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会感到满满的负罪感和背叛感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我对你……对不起，我不该让你做选择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出去。这个嘛，我知道。你干嘛？我可都看到了，拿到了线索还不告诉我。现在还不知道设局的人是什么目的，但这两个条件，我帮你选吧。顾神，你知道的，我有喜欢的人。黑暗佐证的微光，才是强大的证明。你怎么知道这句话？那时我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歌手，因为挡住了他们的财路，被他们四处攻击。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却有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姑娘在聊天软件上鼓励我。她还说是我的歌点亮了她前行的路。从那时候我就发誓要用尽毕生之力，站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，来回应他的心意。你就是 F。小姐姐，明天我又上不了线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多玩一会儿呗。好啊，玩到什么时候？这不是秦墨义的声音吗？小香蕉，小香蕉，你还在吗？秦墨义，你在干嘛呢？在睡觉。睡觉你还开着电脑干嘛？不行吗？好。
小雨姐姐，小雨姐姐，秦不义，你把小雨姐姐还给我。我知道你一时可能无法接受。什么叫一时无法接受？我是永远无法接受。别扯这些没用的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解释。石城和顾兰在我手里，想救他们，等我指示。你谁呀、啊、你？挂了。我不是要故意瞒你的，你要是一时无法接受。顾兰，你觉得耍的我团团转很好玩是吧？看着我难过和纠结很有趣是不是？你听我解释。我把所有温柔收尾，请你可见怎么形容你，我翻遍了自己。算是扯平了，我可不会原谅你，我是为了能赶紧出去。两个条件不是给你们选择的，而是必须都做。只要石城承认自己是女孩子并脱下衣服，我保证马上放你们出去，否则你们就等着被冻死吧。你别做梦了，敢威胁我的人不存在。我早就给我的助理下过指令，超过12小时联系不到我，他就会报警。你试试看，是警察先到，还是你先冻死我？这个设局的人可以轻易地拿到秦不义的耳麦，那就说明他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房子。首先胖哥可以先排除。再去掉我们四个。目标很明显的。只有阿花。那天剪破你衣服的人也是他吧？你都看到了。你当我真傻，不过确实瞒我瞒得好苦。没关系，阿花我已经派人去盯着了，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他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。怎么样，石城？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好吧，顾兰前辈就好好休息，明天您可是我们的主角呢。你们失踪这么久，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家石城对我说话这么生分？你俩又是怎么了？胖哥，我们早点休息，没问题。胖哥，秦不义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！我见鬼了！我。玩乐迷绑架自家歌手，要不然明天就用这个做新闻标题。你不是答应我了，只要我……社长都知道了，后面的事儿我来处理。不过，明天用这个做头条，